薛凯琪新装猪片衬拖鞋。某一日，我娱乐 CIB 行行下街 shopping， 行下行下，身边竟然有棵圣诞树飘过，哇！当堂吓一跳啊！如果呢度唔系又一成，我敢肯定呢段片一定可以拎上都市怪谈嘅啫。哇！再睇清楚啦，原来只系有人笠住件劲闪猪片袍喺度行街啫。不过最爆嘅系呢个人竟然系大家都熟悉嘅薛凯琪。原来当日啊，佢喺电台做完宣传就直奔到嚟啦，可能太赶冇时间换衫啦。先慌死全场人留意唔到佢咁咯。当日佢同助手去到 cover， 同一位四眼高大男孩 T 倾谈佢嘅新 MV 一直一直嘅细节，例如场景设计咁啦。佢哋一直倾咗两个钟头 ，Fiona 先至好风骚咁搭翻保姆车走咋。咦，仲有一个必睇位，就系 Fiona 对脚啦，猪片衬拖鞋，潮流呢样嘢，我娱乐 CIB 真系识调贴咩？